玩个啥呀？咱们？我们玩一个，他们刚出了一个馊主意，还挺好玩的，怎么就是把那个卫生纸上画上黑色的两颗牙，贴到自己的牙上，那就玩这个吧。好，就我们两个人吗？还是四个人？你可以，你有朋友可以拉，咱们玩一四人的也可以。行，那你拉人吧。你有人吗？你那里？因为我这里好像没什么人。我看一下啊。两样，还有没有？我别拉扯了，你没事儿吧，小星星？你们有的话也可以拉几个啊。你们有的话可以拉几个。我看看，哎，他怎么没了呢？他怎么退了？醒醒睡睡，OK，那我把醒醒睡睡拉进来吧。醒醒睡睡可以吗？都可以啊。不在呀，现在。咋回事你咋呢？退了，洋洋？我没退。显示退出了，刚才。没退。我放东西转个头来就没有了，可能是刚刚打过来的时候有两组正在打过来。哦，你们有的话可以再拉一个。随便拉一个吧，杨，你拉一个呢？OK。我看啊，我看。北北不在，北北。Hello，小媳妇儿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大家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怎么没进来？哎，最近这个连麦我感觉是有点问题哈。怎么不支持放大对。这个放不小？那就这样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，好吧？因为我现在在打一个那个，哎，怎么又怎么没洋了？洋怎么又走了？有了有了有了，哪个组？开始退吧。了，退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来吧，开始啊。进门了啊？谢谢，我第二了，哎呀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谢谢我咚咚锵，我靠，1.2倍加成卡，我操，哇，这是谁这么牛啊？哇，谢谢我会也送了这么多个嘉年华，谢谢我鞋子感叹号，哇，我都咽口水了，谢谢我日不落，谢谢我 KKK1，谢谢我向日葵，谢谢我小溜，谢谢我咋地，谢谢我溢出，谢谢我小易，谢谢你们送的嘉年华，还有抖音号，还有没有收到的各位，你们送多少我看看，我这都看不见。哇，咚咚锵！你这多少个啊？哇，谢谢我咚咚锵送了这么多个嘉年华雨啊！谢谢我会也送了这么多嘉年华，谢谢我向日葵。哇，谢谢我写的感叹号，谢谢我溢出，谢谢我日不落，谢谢我小刘，谢谢我咋地，谢谢我小易，谢谢我点点，谢谢我心语心愿，谢谢我哦哟，谢谢我三不知。我靠！我根本就看不见，我靠，这个就叫秒榜，这个就叫秒榜。我现在被嘉年华挡的，根本就看不见弹幕。先别给我送礼物了，各位，先暂停。我靠，我现在还在特效，还在动，给人开麦。你说这，我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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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了。感谢，感谢我红颜姐姐，你这补的太好了，简直了，杠杠的。谢我红颜姐姐、包包姐姐、追梦，还有571。
雨林同行姐姐梅姐、王林姐姐古月、微笑、细菌，还有所有的家人们，谢谢你们。是边牙对吧？真牛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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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多谢啊多谢所有的姐姐们。真的牛啊！够秒那个那王了这一板100万票，真的是吓死人了。他们帮我打那个，就是半小时帮我冲前三，就结果秒冲出了，真的非常感谢，哎、感谢，太厉害了！哇，100万票一把，你们家太厉害了！谢谢，不知道说啥了，感谢。这干什么？这干涂牙是吧？在牙齿上吗？涂在纸上，然后给它贴牙齿上贴两个。哦好。我以为是要直接涂。稍等稍等，很快很快。一张就好。嗯，就给它描黑的。等一下，我马上。耽误杨哥。我第一次弄这个。下华子雨呢。哎呀，好实在啊，各位，挺好。嗨，小星儿，你也这么对？对。牙齿真的还蛮重要的，他们一贴，感觉年纪就大上去了。对，有点上年纪了啊、哦！我学了，哦，辛苦了，我学更干呀，没事，行，等我走了，那咱们下次再玩啊，大家玩，待会就可以玩，好，拜拜，下次，拜拜，再见。真的太厉害了，我真的，我当时看到我只有最后几十秒的时候。就是最后我那时候看到58秒的时候，我还在16名。我想着58秒这么难打，你们我想着就算了吧。我想着应该是不可能了，我想着可能时间留太少了。我真的没想到，直接给我弄到了2名，还是3名来的。我靠，第三，我真的给大家鞠躬了，谢谢你们。太牛了，这个我这个小小的直播间，我真的谢谢东东枪给我送了好多个嘉年华。我真的没想过我竟然这么厉害，不厉害的是你们啊，我就说你们让我感觉这么厉害。哇，我觉得真的值了，感谢大家！我打到这个50，我就打进50，我就不打了。真的感谢大家，就是真的高消费了，就是大家真的就是为我打这个，真的是非常感谢了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，但是真的谢谢你们，因为每次在这种日子，我从来都不会说去。就是跟你们说大哥，就是大哥们，我要打比赛或怎么样，但是你们都会这让我最感动的，就是我从来都不需要像别人一样，就比如说大哥我要打比赛，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下，从来都是你们就是自己会过来保护我，知道这个日子什么日子，然后你们会出现，这是让人最感动，也我觉得也最难得的，真的非常。这是啥嘉年华呀、啊、这个我这个，这是谁送的呀？真的谢谢了，我真的谢谢了。你看我这些，哎，大家都真的非常谢谢了。彩虹嘉年华呀，嘉年华的嘉年华。